是一个超级凉冰凉的一个针织衫，而且呢它是做这种大圆领，它呢不要看似它朴素，它长得很不一样哦。先来看一下它的领边，它的领边是大圆领之外，有没有看到线条？好，然后呢也有看到这边的线条。好，再来是下摆的线条，一件上衣能够做到这么样的夸张，这么样的多的细节，还有它绝对走高弹式 SML XL， 穿下去绝对冰冰凉凉，舒舒服服。好，白色的部分建议各位里面搭一件小可爱白色就好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还有纽伦的上身比较没有露，可是这一件它除了开了一个大圆领，但是它不会就是一直掉或是有走光曝光的问题哦。那黄色的部分呢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样非常夏天春夏的一个漂亮的颜色哦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脖子一样非常的显白，黑色你看整个穿下去整个人瘦到不行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漂亮的脖子，看到我们的锁骨哦。厚薄度给各位看一下，来，包包透透的，看到了吗？它是透透的，所以呢它是非常冰凉的。好，来给它这样搭下去，我觉得这个 look 就是我平常出门会穿的。这个橘色我觉得还是非常提亮我们的肤色，对于我来说没有一点黑掉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。它高弹，每个人都可以驾驭，便宜好穿，重点是冰凉好搭配衣服，而且它是每年都可以穿的，不会退流行的衣服了。